大家好，我是阿东。快过年了，这要穿上新衣服，还得囤点这个年货，才算有那个味儿。早上买了十几斤这个新鲜的驴肉，今天咱们香蜜部分就做一个新年餐，驴肉火烧，一家人都尝尝。你看，就得选这种带肥带瘦的，这样做火烧才香。给它焯水去腥，姜片、料酒，这个驴大骨一块焯一下。切点大葱、姜片、大蒜，再给它洗洗。这个骨头要慢点洗，别把这个骨髓洗掉了。都给它放在油桶里。正好放入葱姜蒜、八角鲜叶桂皮等香料，多来点盐、鸡粉、生抽、老抽，少来点提色、料酒，还有白糖提鲜，加入清水，再放点这个红曲米提色，水开小火炖三个小时，先把它切成小块，再来一勺肉汤，这样吃起来就湿润了。哇，你看这个饼多脆，多搁点肉，赶紧下手吧，吃吃吃。嗯，这饼还挺脆，这个饼外面是酥的，里面是软的，都卖的差不多。嗯，吃差不多了，大家团圆饭想吃什么，快给我留言吧。